天呢这个议程呢，我们还是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早上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巡查，第二部分呢是下午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room meeting 啊。那早上的这个现场的巡查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。那开始之前呢，到现场之前呢，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路线的一个介绍啊，以及相关的安全方面的必须要知道的这个事情。那现在我们先请台电公司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。好，台电公司请。主席各位委员，非常欢迎你去龙门施工处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到现场做招网时间，由龙门施工处对厂区做个进场的安全宣导。那简单用这样的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整个厂区的区。目前我们所在位置在龙门施工处的办公室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到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审查会议。我想全台湾省的人都很希望能知道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录。那今天的会议的规则就是我们第一个点，对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全台湾省的人都希望，我们台湾的人都希望知道事情。有关于到现场的部分，还是我们还是公益哦，所以也是这样跟各位做公益，请各位配合。那有关于我们在环境清洁的部分，待会我们进入厂区会通过一个清洁剂，就请各位贵宾，我们就直接走过我们的清洁剂就可以了哈。那有关于冷静管制的部分，我们都有设计一个这样的管控管，那待会在各位贵宾，我们会提供一个条码卡，那我们通过条码卡，请通过这个刷卡机，然后前方会变成绿色，再请通过这个查室。好，目前我们都做一个这样的管制，谢谢。那有关于安全的部分哈，那请各位贵宾，我们待会会提供安全帽哈，到现场的部分，那麻烦各位贵宾，帮忙戴一下安全帽。那整个过程，接着有一点说就麻烦了，让我们队伍啊，如果有施工价，现在是没有了。我不懂，这是一个我们全台湾的都非常希望知道的事情。是的，部分要拜托各位哈，因为我们会有，所以网络上都已经有了。你们网络上的东西并不清楚，你们的摄影的已经这么多年了，都不清楚。那今天这个场景是我们今天接下来的，那如果可以把这个我们看这边没有问题，我们专人来做一个重复。那行事的过程，如果有要拍照做一个记录的话，我们台电会派专人。我们都有录，我们都有讲。问题是你们录的东西品质非常差。不能这样，因为我们要尊重会长的规矩，规则好不好？那我们会长规则，你要叫我们这样没有办法对，我们要照规则来做。可是我们要对那个我们台湾关心这个和安全的事情的。我们会公布，我们会。但是你们公布的东西，你去看一下那个资料嘛，根本就看不清楚的。所以我才会过来。如果你们那么清楚的话，你们会过来。对不对？如果你们的跟东西真的是那么清楚，就没有必要我们还再过来我们这个事情。这样，那现在我们会议的规则是这样。对，我的意思是，会议的规则是可以被更改的。那还没有，所以我才会来到这边。还没有变更之前，所以那你可以去问一下，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考量。我看到你们在，我看到你们的东西非常的不清楚，所以我才要过来。如果你们的那个是像我能照得那么清楚的话，就没有问题。对，你这个我们这个我们会去改善，我们会改善。他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都有改善的空间，可是你们我没有看到你们有做改善之前。我们没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。如果你那你可以去上，你可以上网站去看，根本就不清楚，看不到的，是。真的，你可以上去看，你可以上去，你可以上去看，不用提了，你自己上去看网站，一打开来就知道了，非常的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是非常的不清楚。你要尊重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，对对对，是不是可以尊重一下会议的？不是，你主办单位可不可以尊重一下？如果我们有需要改善，我们会检讨。你需要改善，你需要尊重一下大家对这个东西知的权利，好不好？不能摄影，不能摄影的。是什么问题？对，因为我在网站上看到你们的那个资料，非常的不清楚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说怎么样？我希望能录影这个会议，录影我们都会上网。但是问题是开很多次了，事实上
大家记者都是 follow 一样的规则啊。对，所以我是觉得那并不表示它不能被改变。对，没有没有，因为这是，而且越来越限缩了。之前照片还可以用，今天变成说是只能在这里。旁边都有位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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